这种可用性的承诺帮助用户信任这些品牌。当我们在网上购物的时候，用户最担心的问题之一就是买到无法使用的商品。那么商家如何应对这个问题呢？商家可以采用商品可用性模式来处理这个问题，以增加用户对其的信任感，从而提高用户购买的可能性。举例来说，来自瑞士的 ABB 涡轮增压系统公司为全球的客户提供了涡轮增压产品供应及维修服务。他们为客户提出了24小时的全球服务网站，如果用户选择定制服务，还可以访问全球高达100多个服务站。这些服务都是与总部连接的，他们可以随时解决用户的问题，确保用户可以随时能够使用他们的产品。这种承诺是对用户他们的重要考虑因素之一。类似的模式也在其他行业成功的运用，比如 Mitsubishi Electric 跟 Otis 电梯服务制造商，他们与企业签订长期的服务合同，承诺只要在电梯上出现故障及需要维修，他们都会提供及时的服务。这种可用性的承诺帮助用户信任这些品牌。此外，随着科技的进步，很多网购平台都提供了7天无理由退货的政策，进一步增加了用户的信任感。因此，在提供产品及服务的同时，商家应该考虑如何向顾客保证产品及服务的可用性，这对此可以增加用户信任及提高销售的至关重要。记得点赞关注哦。